对老三，啊，你带我打洞，我先。效果给。发动有事。在效果送一个七星金币，改变七星。效果。来个冷枪啊！我再接下来保护一下。啊，好恐怖啊！小破钱，小破钱。Okay, 然后目的效果 OK， 然后捡一个回手，出外区这个，捡拿上手。谁？跟到你。哇，不惨哦你。决定思考一下，可以啊，是找一张吗？啊，一张怪兽或者一张场地魔法。
快点讲。六张，张老师。可以。啊，懂了。不换。啊不。等等我。我一张。中招。先乱先渡。就说这个怪到结束以后不能发动效果，哦，无效了。OK， 这个还可以没吗？是不是这个？嗯。好。就不能用招。就是还可以用招，还有一两个招，我用这个吗？该这个是空招一次。现在我还没有。这样这边我思考一下。啊。空招。对呀，对呀。可以。对呀，空招。空招。千弯千渡，对。改多点，对。然后，效果行。千弯千渡，对，这个可以。嗯，会有多少？来了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工作哦。还没工作。哦。效果没有效。这个是战斗吗？一回一次有装备的都跟会被战斗破坏一次啊，对，两千屁股。哎，空啊，可是没有别人。嗯。哇。OK， 再往左摆。我给我找到牌，因为 OK， 左摆。活动掉剩两个，抓着，然后打完就赢。可以，可以，做完了。你要。这个是特招，然后怪兽区全部除外，那全场都除外。哇！哎，再等一下，没有好的，用下被人送高招多。哦，你别过吗？你别过目的还有必要？你别过吗？你别过吗？你别过吗？陷阱卡，很像那以前 keyboard 吗？有吗？我动这个有事啊，keyboard 这张有事啊，都跟开一下，对，效果。个装备，装上去上，有，等一下，还没装，拿上手可以。
就是厂商有什么？厂商特殊召唤的怪兽全部转防守，然后不能启动效果。那几个刀根也是好像。刀根也是，刀根也要转防守是吧？嗯，刀根要转啊，特殊召唤。也是防守。所以这个有什么制约嘛？就是说他要有普通怪人发动这张还是对？我如果厂商有特殊召唤的怪兽，我不可以启动。我特招的怪兽啊，因为我特招我也启动。如果你厂商没有怪。没有怪也是算没有特招的怪兽、啊，对对对，也是算没有特招，就是说还是一样为防守啊。嗯，明白。一个特呢，一个特呢，一个特召唤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召唤那个特，那个特，效果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思考一下。这个是墓地特招的。嗯。哦，明白了。嗯。先给你先。这个 OK 吗？所以你就双方也可以啊。是这样吗？那你特招吗？好像是说，他启动就是说他盖这个时候，我不能启动，盖有特招，可是他启动了就启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玩 game 是这样啊，之前买的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就不用钱了，因为讲说特招的话，招在哪？所以啊，是一个点小真理。因为我是玩 game 太小了，我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应该讲说他在场上如果特招的话就不会嘛，如果想发动，你想发动又另外讲，我就不用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有点尴尬了。没有，他是讲，如果你是if you currently no activate only if you currently control no special summon monster， 知道嘞这个，所以你要问自己有这个买了，它效果了，比如说它开住了，开住了我了，我还有效吗？那长陷阱啊。这个是那个英文的，就是它是从你想你要什么有效吗？我的陷阱还有效吗？很尴尬，如果这样子，他一个开就解了，他那张陷阱啊。哦，我就是想说他讲，他刚没讲发动吗？还是讲说，如果是有特招，他就不能发动了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不用开出现了。我来就是问清楚先。他两次的话，我就在开出哦，东方。对啊，就他只是讲，如果特招怪兽在自己场上的时候，他不能发动了嘛？啊，发动了就发动了是吗？开了嘛？就明白，因为刚才没讲发动。啊，没办法。OK， 效果。嗯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尴尬的。开着出还是关着出啊？你是加手牌是？对，加手牌，加手牌先啊。好，等一下，加手牌先，你先加先。嗯。小左牌，好，前脑，你说手牌，然后要丢一张，哇，这样多了，要丢一张，嗯，要丢一张全部丢，先丢这样，先丢这样，啊对，然后最后丢全部丢的时候效果，嗯，我帮你多分跟那个，多分这个，可以，这样就没有了，哦，谢谢，防守而已，还有一个，还有，防守然后效果没有效。防守效果也没有效啊！防守啊，然后效果没有效果。就是你这个特没有效果了。嗯，这个特。哎，直接转关了就没有效果了。嗯，明白。这个是 OK 吗？嗯。想加这个。没有啊，很强，以前用的啦，可是现在很难，因为全部都特招了。是啊。看你变什么出来了？对不到的。我是看他不要出完你。出来啊！自己也要出来是吧？千万。放回去。放下了，看我放八十位是一定要清关的，全场出完了。清关清出啊？清出是啊，就先去啊。效果，特招。先去融合。没有融合啊。啊，谁喊了？出来，然后不要。是哦，大佬。先出啊，先出。如果自己防守出来也是一样，一样照样没有效果。明白。哇，你别入。
不然你 Mirror 的话高的话那你会怪兽。哦。所以再回合啊，再回合我有效果啊。嗯，再回合就可以了。所以很痛的腰，魔法小王子。变成哦，通招片变成可以摸到十番去咯，差不多效果，直接补多一关，补一班的生命值。我哋谂紧可唔可以补自己嘅怪？肯定补咯，我见晒你冇搞。系啊，哇，无敌之王冇晒怪，反正你比如十几个手枪都系冇咩，我哋下准装去咯，再上。对，这个就是啊。OK， 买了你比如。对对对，好听的啊！跟长色也是，嗯，哇，不是哦，真好变啊！大家空场咯，但系佢仲有嘢开始烧喎。咁你的那个奇怪，诶，刚刚听唔到，不懂我跳出这么他还有，还有长沙，诶，有吗？算了，没打了。跳出来防什么？这个没有特别效果是吗？没有。如果他进墓地，我就塞回 deck 下面，用这个方式特招出来的。OK， 龙源魔神。你要抽到怪。啊，真的有啊！你要抽到怪。我可以用到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。我该补了。抽到怪哦，漂亮。不过我补了2000吗？还不一定。我不能通常，这局我不能通常召唤了。对对对。啊对对对，你不能通常召唤对。哦。等一下。又要 lose one turn 哦。那是假的吗？他一直加1000。不能通召。我补了2000哦，打了1000哦。2450也是几块？啊，是的。通召换脸。天哪！天哪！干嘛？说白，这多星啊！看哪来？七八，喂，刚好。说白，看，好像不能了。Oh no！ 做错了。是1000。OK。3000。尴尬了。精明，耶！你等一下啊，嗯，我这个用一只怪给了，红烧上去，是啊，你多心啊，一直都忘记了，一只怪红烧上去，对吧？多就七星，七星这一只 ，OK， 对。有路也还走路也，还能不能经过这个？哦，技巧，红烧给你，哇，我第一次这样子做过。他这个是extra deck特招才可以破坏的，没有，只要是怪兽就可以了，只要是怪兽就可以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开吗？对的。那你只要开球了，打不到你，不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就算有那张卡在啊，他跳令也是可以发效果的，好像是。跳令，令好像是没有转防守，可是他效果没有掉。是啊，这边效果没有掉，因为他不能。不招。效果没有啊，这个没得招，这个要多分才可以。所以你还是召唤 Frankie 或召唤这个怪物。哇，可以多少？你要多少的话？哇。终于可以用了，终于可以用了，是吧？想到我也想到上级召唤这种方式，另也是在那个，是吧？在那个，打打了，先把这波，一直加十个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是十几个都跟着呢，然后这个找一个龙星了，哇，切掉，终于哦，哇，多了我辛苦，想到头包哦，挑对哦，然后再效果。看这样，已经有了。以防万一，等下再吃那一张。你这局可以 M 吗？这局。算一下啊。你剩多少？我 M 不到都很难过啦，因为。什么？背景，这个大家再讲，大家再讲，好吧？所以这个边其实有部分就可以打了。等下啊。可能可以，可能可以，可能可以，因为。通常要有，就被他多收来，做不来，东西可能可以，所以我就做那个，对啊，东西不来，就他 Q 不到你，他有很多 negation， 也是难过。那这个效果，他走，
哎，这个是我特招。以防万一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三星。这个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我有点乱了，现在。效果这个点 ，cos 直接目的，然后特招，然后这个效果。效果的话，攻击给自己，下一个气型啊。小兵。效果。我还剩有，还没有，我还没有通杀。还是啊。哦 ，Q 啊 Q。我就要通招，效果先个毒根，锤回去，全部打完，GG啊，打，接到接到。